我是刚翻列车长的109年1月6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，19:21所拍的是两班车，太多人了啦。太夸张了。一般是看往象山，一般是看往淡水，分闭出门。太多人了。哦，我应该赶在上山散步。我喜欢片，可麻烦在你们多多对我们大家去放心。感谢各位的支持。打车了，打车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